好，你好，金老师，这是我们水厂的那个解冻间。哦，这边是我们鲨鱼的地方，工人刚把解冻好的鱼拿过来这边杀。然后这边是工人把鱼杀好，在这边检验，检验完过来这边清洗。然后这边清洗过来，这边是盐碱。然后那个墙壁旁边上面那个蓝色的光是那个电源灯，然后沿进过来这一边就是装框，然后这边是蒸煮的那个蒸汽床，然后煮完之后它就这边过来，过来之后它沿着输送带，然后那边是倒过来的沥水，沥完水后它灌汤。之后就是出口过去，灌。